大家好，全新系统元素孵化器已经登场啦！今次嘅活动维持两个星期。最初入到去，我哋会见到一只蛋，然之后我哋买咗佢之后，佢就会开始孵化。孵化大约需要3日半。请注意，如果我哋4日都唔理佢，唔开个元素孵化器咧，咁只雀仔就会死噶啦。咁我哋到时就需要重新买过。孵化咗雀仔之后咧，咁佢就会有问号出现，有要求啦。原来系有泡泡，咁我哋就要揿第4个掣将佢清走。见到小鸟好开心喎，咁我哋望下好感度上升咗啦。等我试下逼佢做运动先，开始。你会见到佢嬲嬲猪 say no 喎，咁咧好感度就会透减噶啦。第二次要求出现啦，佢今次真系想做运动喎。咁我哋需要喺限时之内踢满个能量条，先至叫做成功。成功完成训练，可以缩减育成嘅时间。第三次啦，原来佢想瞓觉，咁我哋就揿灯光掣，将佢调教成为黑夜。每日完成3次要求咧，就可以获得奖励噶啦。咁佢亦都会进化成为大鸟。大家俾心机育成自己嘅人面鸟啦，拜拜。